好，来，大家好啊。OK， 这个是我们做这个是 tamari ball， so 这个是 filling 40 gram， 因为 tamari ball 呢，我们需要两个不同的颜色才可以抽成那个 alternate color 的。OK， so one is 20， 就是说白色，我们拿一个出来是20的，然后一个是也是白色 paste 啊，这个两个是 paste 啊， so 20 gram and 20 gram， so 这一个呢，其中一个白色呢，我们要 fill with 这个 color， 这是 Tiffany blue 啊。 OK， 均匀的。这我们盖回去。OK，filling 呢？今天我们会用一个cranberry powder。OK， 一个 scoop， 这样子就 OK 了。大概一个 scoop 有3 gram 左右啦，3 gram 左右。不要用太深的颜色哈，因为怕第一次做的时候呢，你们会弄的那个 peeling 会太深。这个我们做好了40 gram 嘛，然后我们就分一半咯，就是20 gram 跟20 gram。做好了，我们就分一半拿20 gram 啊。OK， 所以这边呢，我们白色给它包起来先。OK， 白色包起来。搓匀它，搓圆它。OK，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Tiffany Blue。
牵着你的手，不会给它跑位了 ，OK？ 所以用线呢，其实是比较容易切。如果我们用刀，除非你是拿日本的一些比较好的刀，也 OK 的，比较锋利的。不过这边比较难买啦，我是觉得。如果你有以前有从日本带过回来的话，买过回来的话，你可以试看用刀的。不过我觉得线是最好用的 ，OK？ 来，现在我们要切这个了 ，OK？ 来，我们要怎样给它均衡？首先，你一定要 center 这样子，两个手，一个手指这边。一个另外一个手的有用一个压的那个力，从中间切这下，按到去底部为止 ，OK， 然后你就分开了 ，OK， 这样子分开来，我们先切这个先啊 ，then 按着下去。中间呢、啊、，OK， 给它分开。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再切过，你好像觉得它有一点裂痕了，你就喷一喷水啊。中间 in between 啊，中间这边啊，看到吗 ？in between 这边中间，所、so, 以 in between 的中间再切多一遍，所、so, 以我们一共有八边，每一个颜色。包不用紧的，你可以锁回去的，喷一喷水锁回去。OK， 我们放在一边，切完为止啊，切到八边为止了。八边为止，等你抹一抹桌子它，我们再做白色。抹一抹你的绳哈，你的这个。OK， 来，现在我们有四个四排这边，然后蓝白蓝白咯，所以我们只是拿一色出来。这个等下你们一样的，稍后我们再你们再做 OK。所以我先拿走这个先啊。So alternate color 就是这样，看到
吗 OK alternate color so white color and blue color OK white color and blue then here is blue OK then white colorWe just become alternate color, like this. Today, give it a yak, yak, yak. Don't give it inside, no. Okay, then white就这样子啊 OK 就这样子然后呢你有看到它是、等一下 又要调转来它的颜色我们是给它、也是前后好像、那个 chest 这样子的来 OK 现在我们用回这个线我们先分一半出来先 OK 这样子哦就是说、这个中间的还有这边中间的我们向左一个向右咯这边中间我们再分一半 OK 我们再分一半 Alright Then 我们就也是穿插不同的颜色 OK 这样子过来所、so, 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它有大一个大一个小等你就尽量推一推它 OK 好像、我的还 OK 我的都 OK OK 有时候你觉得、啊、这样子少一点点的颜色你就推它过来一点咯 OK 推它过来一点然后再 roll 一 roll 它给它圆圆然后最重要它是黏哦一定要黏好像这样子是不能的OK 有这样子一条线是不可以的、啊、你要这样子粘回去最重要你里面的那个 feeling 有湿度 OK 有湿度啊对我们这个就搓圆它以此类推的我们这个是一半了吗 OK 这样子了 then 我们再分这边还有这边 OK 看到吗这样子我们就拿先来再分最重要是中间啊你要看你的中间这边 OK 你这、旁边你拉的时候、哦、它会你如果你没有按着它它会跑位你尽量按着它 用你的一根手指来按着它不要给它跑位所以你从这边两根手指这样子压下去Then, 我们又给它 alternate color 了再给它 alternate color 喷一喷水啊
推一推它，所以你就好像看到一个 chest 在上面了。来，我们再做另外一边。一样哦，要按着它。So, 我们就稍微这样子压一压它，然后我们再转。OK, 你就看到有一个好像 chest 的感觉了。OK, 这样子。Right, then 呢，你可以这样子，搓圆了，然后放。这样子 serve 也 OK。 如果还有我们的那个如果你要做那个 pattern 的，那我们就拿这个 triangle bar， OK， 尖的这一边啊， sharp 的那一边啊， then 我们就分割了。 OK， 来分割的话哦，你要小心哦。 then 我们分四cross 出来先，这样子分了。一样的 ，OK。等我们在这边再分。OK， 等我们这边。Okay, in between 呢 ？In between 这边跟这边，我们中间再分一个 pattern。这样子咯，这边 OK， 所以它的旁边是这样子的。 Then 我们中间我们就放这个，金箔，你可以放一粒珠，白色的珠或者是蓝色的珠。